大家好，我是林梦想。今天刚好圣诞节前夕，我们学员完成了圣诞红。那在这边，我们一边组合，也把这样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圣诞红来做一个分享。那我们就一切很轻松的去做组合。那我们也欢迎知情哦，来自于北京哦，北京的知情。今天学员要把它完成一个作品，是属于圣诞圈，所以我们先开始来组合我们的圣诞红。那有小片的花瓣，慢慢的先组合花心起来。那组合小瓣的花瓣好了之后，我们再把两个、三个，依照我们的大小朵来做一个组合。那今天直播也是很随机的，刚好有个作品来跟大家来分享。那首先，我们都先把一些小的花瓣先往中间来做一个组合。那应用了两个色系，红色系跟我们的橘色系来做一个搭配。而学生做的数量也蛮多的哈，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把它的大朵小朵把它分出来。那今天也刚好在教室上课，所以我们本身还有其他同学在做东西。好，我们就是这样子陆续下来，那一边制作，一边组合，一边来调整它的动态。那圣诞红的组合本身有关系到它本身是属于圣诞圈，还是盆花的一个设计，有关系到它本身的一个组合的花朵大小跟它的高度。那红色的部分我们告一个段落，所以在我们的花瓣里，叶子里面，在我们的叶子里面，红色的叶子里面。一样要有大朵的，有小朵的，那这样子才有我们的区分，才有我们的大小区分，组合出来也比较会有它的一个大小质感。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合叶子。那当然，如果能够在我们的铁丝上面先缠上了我们的绿色胶带，在整个过程里面。在组合过程里面，那我们的叶子比较不会旋转。
所以在这边就利用一点时间把胶带直接再把它缠上。组合出来的作品就比较不会叶子有所滑动。那知琴，现在北京很冷吗？我们线上的北京的学员哈，他也有进来看我们的直播。当然，最近做了在我们的纸黏土面包花社团里面，也放了他自己做的圣诞笔筒、圣诞应景的饰品。那大家也可以到我们面包花纸黏土社团里面去看看他的一个制作的影片。好，那接下来我们陆续下来。那因为是刚刚才完成的一个色彩，所以那个整个还是有一点点手会沾到一点绿色。那绿色的部分我们就依序把它放在我们的下半部，把我们的红色系把它撑出来。做好之后，我们再来进行调整。那这样子，我们要完成了一朵。那我们又一朵再一朵，最后我们还有再一朵，总共有五个花瓣，五朵圣诞哦。我们先从花心，一颗花心，两颗花心，那我们可以再加上几片叶子。那目前从我们桌子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朵的数量就比较少，所以在组合前可以事先先将你的数量先把它归类一下，我要组合三朵或五朵，那大小朵数量都先把它完成到一定的分组，然后再来进行组合，这样子可以避免我们在组合制作过程中，的话，那有一些多了或者是不够用。在我们的花心的上面的话，先加上了两片，一颗大小片。那今天的组合，希望能够到达，把圣诞圈也一起完成。所以我们先进行圣诞红的一个组合。好，我到一个量好了之后，我再把两个组合在一起，一高一低，然后我可以再把第三个加进来，也可以在中间加上一片。好，那就进来。
那确定好，我们开始来进行绿色的叶子。还是一样的，我们先把纸胶带缠起来。那如果有进来观赏的朋友，也欢迎你可以把这个讯息分享给你的朋友，分享给你的朋友。那我们可以再从小叶开始，再来把它加入。那胶带使用前一定要把它拉一下，增加它的粘性。缠胶带针对我们的初学者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要把花缠得牢，缠得紧，唯一的方式就是要多练习。那今天我们是组合盆花，所以我们今天是组合圣诞圈，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花叶子都是集中在扁扁的地方。那如果今天是组合我们的盆花立体的，那我们的叶子就会把它往下降，这个再往下降，那我们的花就会立体出来。所以要组合在哪边，插在哪里，这组合方式就会有不一样的组合。那学生从一早到现在，从上色到现在已经这样子，我们完成了五朵。那等一下我们就开始来组合五朵。那我来调一下镜头。那我们五朵的圣诞圈都做好了之后，我们先放一旁，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那这是我们在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圣诞藤圈。那有时候我会两个把它套在一起使用，增加它的厚度。那你也可以单独一个使用，好，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单独一个使用。我们把花插上去。那如果说觉得这样的比较轻盈，那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想再增加，我们可以把两个的圣诞圈套在一起。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增加它的厚实感，哦，这样的一个效果也不错。那如果确定是要两个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要先将它捆在一起。从侧面看的话，我们的圣诞圈才会够一个扎实。
那我们今天还是组合单一个的就好。好，那我们首先我们先把我们的圣诞花先把它稍微定个位置。好，如果是确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再加上一个缎带。好，那我们选择这个绿色的缎带。OK， 那我拿下剪缎带的剪刀。那我们先来绑一个缎带哈。我使用到26号铁丝，铁丝在我这边。那目前在绑的这一个缎带是属于法国结。今天的作品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缎带也可以稍微大一点。好，整个调整好，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掉，再给它配上一段。好，这样子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加上26号铁丝，咖啡色2只。这时候把它拉紧，可以的话再用我们的尖嘴钳哈，再把它拉紧一下。
那这样一个缎带就完成。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好，确定了位置，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绑上去。这样一个缎带我们就完成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圣诞红组合上去。有五朵，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先将我们的铁丝先把它捆好，捆好，等下插出去才不会开叉。那我一般我大概会有一个斜面，我以左边或以右边为主的比较重的一个部分放下去。好，那我先把它打弯。先把我们的圣诞红先定位好，这朵大朵的，再来第二朵，好，第三朵，小朵的也有它的可爱，放在这个地方刚好它一个斜角，非常的可爱。好，那么这朵我觉得还是我把这朵放在这边，
好，目前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如果确定好，我们就开始来进行它的那个花的固定定位。在定位之前，我可能会先搭配一下我的绿叶，然后绿叶的部分，我今天选择了松枝，人造花的仿松枝。那我也是先构图。那松枝的部分，其实可以把松果先取下，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做其他用途的一个布置。我们把松枝放上来，马上的一个圣诞节的味道会更加的浓厚。好，这是我们目前的构图。那如果确定好，我们就开始把它组合上去。
好，那当我们这样摇晃都不会动了，好，这样子固定住。好，确定好之后，我们就开始来补我们的松枝。那松枝的补法，我们可以取用24号铁丝，或26号铁丝都可以，搭配它的咖啡色。那除了可以用热熔胶固定之外，我们可以在铁丝上面把它穿过去。能够用绑的，好，然后接下来。那我们这时候就加上了铁丝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蹬过去。那除了我们用铁丝绑之外，等一下我们再用热熔胶枪来做固定。这时候把它缠紧，多余的我们的铁丝就可以把它剪掉。那记得铁丝的插头一定要把它弯进去，才不会到时候刺到了手。24号铁丝穿过去，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拉长一点，然后再往下拉。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穿过去，然后再把它做一个固定的动作。好，松脂我们固定好。那确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小叶子的松果。那可以搭配一些白色的松果。那可以增加它的整个效果。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热熔胶枪固定，但是我又怕它固定不了，所以我们可以用铁丝把它穿过去，还是以手绑的方式来做固定，那可能效果会比较好。那这只铁丝短了一点。好，那目前在这边的感觉就很好看。你要不要做几颗？因为有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可以很漂亮。
那我也请一旁的学生一起参与。一般使用这种胶枪镰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能够用绑上去的，那它的一个固定率会更高。今天的直播完全是很直接的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都没有做事先的工作。
我的印章的那个印太轻了，也可能是墨水比较。我们绑上最后一个，那就目前大概是这样子，差不多。那剩下的我们可以等我们完成了之后，我们再来增加补充。好，那这时候差不多，我们可以再把我们的主要的圣诞节的气氛的球把它绑上来。那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它同样的在同一个地点加上两个地方，让它有群聚的效果。那同样的方式，当然它是可以垂掉，也会很好看，但是我今天想要把它固定在这边。那固定的方式，我们可以一样的方法把它绕过去，然后转圆圈，那这颗球就被我固定住了，一样的再把它绑过去。我在直播，嘿，好。好，我们再加上了一颗。那这样红色跟我们的绿色啊，跟我们的白色系，那整个的感觉就很干净，也不需要很复杂的东西。接下来就是要增加学员自己制作的堕落植物。我好像要露个脸哦。那我来调整一下角度。
你来帮我看一下。等一下，就是这样子转，看一下再转上面一点，再转下面一点。那、啊、这个就是升高，降低。那你要露脸？对，嘿。还是你要露脸做这个看？那你要露脸就看不到这个嘞。哇，那就要再上抓高，所以只能看到。不行，看不到脸。好，没有关系。啊，你觉得要放吗？还是不要放？可以放啊，放啊，做了就要放啊。这样子的。这样看到半个脸。半个脸，好，没有关系。不然你再把它往前提。这样。这样可以，我这样拿。好。那、啊、你就往后仰就好了，把它整只往后仰，抓后面就好。抓后面看不到你啊，要往这样子。哦，就是。那这样子才看到。角度了哈。哎，这样看得到。那代表就是镜头要在上面一点哦，对不对哈？就是转这边，镜头还要在上面一点，这样子的意思。可是这样看不到花圈呢、啊，你看。好，没有关系。你要把花圈拿起来吗？对。好。好，我用一个花器来把它垫着，让花圈架高，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对不对 ？OK， 好。那这是学生做的多肉植物，我们一并把它组合在它的一个圣诞节上面。效果好啊，我这两个是用最多的，这个是很好，它上面这两个非常好搭配，我说炒粉盖的那个也是会用，它就这两个、哦、我那两个至少应该卖了100多个，应该有了，从以前卖到现在了，真的非常的好吃，它那两款是真的很好用。我们还有另外一组同学在做蝶谷巴特，所以说在盖印章的一个讯息。好，那搭配色调的话，我把剩那个纽伦堡珍珠的话放在这边。
这些作品都是学生学完的我们台湾面包花粘土协会所完成的多肉植物证照班之后再自行多做创作的作品。那今天刚好在圣诞节的布置里面把它加进来，在它的圣诞圈的一个设计。红之玉，拍几张照片？拍什么？拍几张我在做的照片，再传给我。我请学生帮我拍几张照片。所以多肉植物真的是百搭，我们加上了多肉植物之后的话，也没有将我们的圣诞红颜色把它增掉了，抢走了圣诞红的主题，反而又增加它很多的一个色彩。
再来还有我们的十二支卷，多肉非常的可爱，这样就很好看了。我先把十二支卷把它调整好，所以学生有时候在趁空暇之余都会自己再多做一点多肉植物，那平常的组合的时候就可以应用得到。这样就差不多了，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今天的一个圣诞节圣诞圈的一个多肉植物以及圣诞桶的一个组合。那如果还想要再补一点空间，其实绿色下面的话，个人比较建议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尤加利叶。那小尤加利叶的话，我们只要再把它剪一小撮一小撮的，尽量不要抢走我们的圣诞红跟我们的多肉植物，然后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熔胶枪来做组合。就例如这样的一个东西，把它组合在下面，然后增加一些绿色的一个效果呈现。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圣诞红、圣诞圈、多肉植物。谢谢大家，拜拜。来，好不好？很好。你上面可以帮我绑一下点子，对，好。